自己终究是徒劳无益。
天父，我们想感谢你，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向你告白我们的不足和缺乏，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认识你，能够跟随你，能够与你同在，能够与神同行，能够与神同工。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神迹和启示。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更美好？有什么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能够更加美妙？有什么让我们能够参与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当中更加的神奇？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每天充满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充满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充满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每天让我们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你的手，跟随你走到美好天国道路的时候，就能够见证耶稣，荣耀耶稣，活出美好的神迹与奇事，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形象，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散发耶稣基督的香气，就能回转到神的面前，相信你，跟随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你的话语喂养我们。感谢你让在神面前通过我们的话语得到保足，愿意让在一周当中你活出这美好话语的恩典。感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的礼拜，请大家起立，我们用主导文结束我们今天的礼拜。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债。不叫遇见试探，就不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真理圣灵感动，愿耶稣基督他的神迹和奇事，每天通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使我们成为祝福的通路，成为福音的通路，成为能力的通路，成为耶稣基督爱的通路。愿你这样的祝福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儿童礼拜，所有的礼拜都重新恢复我们这个礼拜堂的聚会。当然呢，这个有些姐妹还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因为疫情的缘故，还不能参加这个现场礼拜和礼拜堂聚会的人，我们这个成人礼拜呢，我们这个现场礼拜和网络直播同时进行，所以在家中也可以参加礼拜，来到教会也可以参加礼拜。希望早一天呢，疫情完全结束，我们就完全的聚在一起，一起敬拜主，敬拜主神。那我们的儿童礼拜啊，下周也是开始这个现场礼拜啊，但是因为儿童礼拜的这个现场直播呀，这种模式啊不太适合我们的儿童礼拜，所以我们儿童礼拜呢采取的是现场礼拜和录像这个网络礼拜两个礼拜同时进行，所以这个小孩子没有办法来教会参加现场礼拜的，我们还会把这个上传到网络上的录像礼拜的这个链接发给这个孩子的父母，让他们在家中也能够参与这种敬拜。所以我们现场礼拜的时候啊，教会这个大礼拜堂呢，就是用这种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人员的确认。那我们这个外国礼拜这边这个具体这个怎么进行，我们在这一周当中啊，会有一个具体的这个通知希望我们耐心的等待。也希望这个5月31号下周日的时候，能够参加礼拜堂聚会的人，我们能够用祷告，好好的预备，能够为了我们这种防疫呀、消毒啊，不受到任何的传染和传播呀，为了安全这个健康，我们做上这个现场美好的祷告。好，那我们这个转账奉献的账号啊，我们在群组当中已经转发了，所以你需要这个奉献的没有办法来教会的人，可以通过转账的形式进行奉献。那我们这个圣经学习啊，还是每周三和周六的10点到12点，周六的时间我把它提前了一个小时啊，10点到12点。周三呢，我学习的属耶稣的人；周六我学习灵性日记。那灵性日记我们已经学习了三课了，所以我们从这周开始啊，从主日这一天开始，然后给大家发了一个单的这个链接嘛。这个需要我们重新这个，我们在这个要下载这个软件就可以了。下载软件之后，要做一个用户名和一个密码，然后呢，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灵性日记的房间里。到时候我确认一下所以有感动的人可以一起每天用灵性日记的形式来彼此扶持彼此劝慰彼此帮助，彼此分享，彼此成长那我们这个文图训练和施工训练，可能这周啊会跟这个已经申请的进行联系是在网上学习呢，见面学习，到时候跟大家商量完之后，我们进行确定。好，我们用宣教的中国结束我们的礼拜。下周礼拜堂见。